那就是晚上4点，就剩一个蛋糕盒子了，又点了4个这个汉堡。啊，寻思明天录视频呢，今天晚上有点饿。哪个不烫啊？都挺烫的。哇，它这个肉我就感觉没熟啊。它为什么如此之烫，但是又没熟呢？再尝一个，里面这个肉没熟，这也没熟过。都没熟，就这样吧，拜拜。